跑了三千多公里了。你有没有想过我跑了三千多公里是为啥？田女士二月四日花30多万购买了一款问界 M7 智驾款，可2月23日就发现充不上电，对方答复充电站有问题，于是她跑到郑州5个不同的充电站尝试，发现均不能充电，随后解释是贴膜时进水导致。3月底，田女士发现车辆出现异响，漏机油，甚至增程器有可能损坏，她很生气。我的要求是退车，他们不给我谈。该店总经理解释，深表歉意，愿意私下和车主协商。证实您给他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啊、具体的，因为我们中间沟通的其实还蛮多的，具体的话我们双方肯定都是很清楚。我的诉求就是退车，您看，你要愿意沟通了，咱再去。我就说了愿意沟通呀。退车，他这个诉求你这边不是，咱现在不是，现在我们达到退车条件，我们愿意单独。